米头看光光，马俊麟这举动被马抓男。太美了！明世新八点档《爱的荣耀》组举办首映，常演出恶女的严小韵一身薄纱礼服出场，里面啥都没穿，全场最性感。比较亲密的那个戏，跟小云到什么尺度的？我不知道哎，不知道。因为亲密的戏到没有，还要等到正直播的时候才能有猛烈的东西出来。这片是让大家试一下下味道。他们俩有后半段的发展，在床戏上面。四年前和王彤以假戏真做的马俊麟回国明世演出，剧中和两名女星有纠葛。还没拍在试画的时候，我就问魏华姐说：“这个剧情这样子写的很确实，观众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怎么样。”我说：“如果魏华姐想要观众确实知道他们发生什么事情的话，他们应该要就是多一些动作戏。”这是你自己家的，不是我家的，我就知道你会想这样子讲，不是我家的，不是，不是，喂，我们都以为你自肥，他本性玩就好玩，因为动作就可以把他们的感情拉进来。我在旁边，但是我就是很压抑，突然加戏了，是你家的吗？不是，我那么大权力。我是提出这个问题，我是怕很紧张，因为我没拍过这样的戏，我不知道怎么拍呀、啊。我很多次，是第一次的，对，大概拍个两次。在猫窝里还是在？啊，分好戏哦。马俊麟不止和傅小云有动作戏，拒绝吴婉君的告白，竟然还亲人家额头。被拒绝，我觉得当然很失望，但是亲了人家额头，我心都碎了。这个是剧本上面写的，像哥哥对妹妹的感觉。剧本这个剧本没有那些，剧本没有那些。真的希望拍这个戏有更好的收获。想忘记，对，好像有。那你还记得像你吗？对，爆料啊！因为他的重头戏的时候，因为都连四天在一个人中间，他爸爸是对孩子跟对老婆，其实我总觉得来是来盯场，看两个小包开的盯场。女生没有什么奇怪的习惯吧？那我刚才讲的就是刚好年假，然后就是来重头戏。